我现在基本上什么都正常了，既能思考，原来是根本什么也不记得，现在慢慢能恢复了。哎呀，这都是这我上海来的同志，是包括一直给我治病的这个刘凯同志，哎呀，他们非常的这个费心关照我，说我现在才能恢复，现在能像过去一样的，我也能一直能现在可以拿个琴，虽然是拉得不好嘛，但是我已经能够慢慢的恢复了。就是像我这样的病，而且是很厉害的病，能够治成现在，我能走路，能说话，而且走路也很快，脑袋也清醒，这都是上海来的这些同志，这些医生护士对我的照料的结果，我非常感谢他们。希望我们这个上海的同学，如果要真正的经常来，我希望我的好朋友或者是我的好同志，像刘凯同志，如果真正能够来武汉，也到我家里去来玩一玩，看一看。